一晚上，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因为我本来以为会很快的，就是拍，就是整理个视频，结果发现就是剪辑还是有点太有难度了。晚上好，你们看到我一个鼻子大一个鼻子小了吗？这里，这好，现在可以看出来，因为我今天没怎么化妆，就是轻轻一画，看到这边肿了没？看出来了吧？这边鼻子小，这边鼻子大，这边鼻子肿了。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病了，家人们？我觉得我生病了。这边。肿了，然后是昨天很痛，今天好一点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了。然后他今天还就晒破了，流了一些组织液。上火了吗？水水跟我是说这个里面这里长痘痘了，但是没有长出来。我真觉得我有病，家人们，我觉得我肯定身体就是某方面生病了，不然。我怎么会那么肿呢？不可思议。太累了。不知道，我真的很能肿。之前拍东西的时候，我说我好肿哦，因为那个时候都快12点了，我说我很肿，然后就说我很牛，能从早上肿到晚上，一直都是肿。厉害吧？甲状腺功能，我甲状腺有问题啊，是跟甲状腺有关系吗？上海大学去不了医院了，有关系，那可能是我甲状腺有问题。但是我鼻子这里就肿了，上次就是这里长，就是这个鼻子长疹子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还记得这事儿吗？这个长疹子。我昨天用了消肿的美容仪，还是肿。因为我昨天，我一开始我用那个美容仪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用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的痛。我就说，我今天这么肿吗？怎么这么痛？痛到我平时习惯了，没有什么感觉了。结果我昨天用的时候特别特别疼。我说怎么回事？疼得我都要流眼泪了。因为我平时用是没有感觉的，果然昨天特别特别肿。就是因为太肿了，所以用美容仪特别痛，结果还是没消肿。这我昨天忍着眼泪，我们家肿得出来，妈妈都不敢认。前两天还流鼻血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流鼻血，反正就是流鼻血，但是流的也不多，就一点点。我刚刚去拍视频，但是那边本来想去二楼拍的，因为二楼的练习室比较好用，就是它。地板是那种，就是地板，它比较好跳。3楼的地板就是太涩了，然后就滑不动，因为这有地面动作嘛，有点滑不动，有点绊脚。而且发现我平时练我的就是穿的那个运动鞋不见了，今天起来发现鞋没了，
然后就是它那个地板很抓脚，你们知道吧？但是二楼全是人，有可能这段时间活动太多了吧。然后我直接在3楼录了，这个就是郝静一帮我录的，他说开灯和不开灯，开了灯那光线太差了。我知道我做评委了，我今天被拉了个群，我今天好多事儿，睡了个懒觉，一起来全是事儿。反正因为这个，其实这个练习是拍的时候，因为我今天去，我就直接跳了2遍，然后就是怎么说呢，也没有特别特别满意，但是呢，还行吧，反正比昨天跳的好。比现场好。周周咋没化妆？对呀，我素颜就长这样。不是发条的，流汗了，就是跳，但就是满头大汗，然后头发湿了，怎么是发条？练习室灯光是我自己带了个灯去，谢谢339的月亮送的皇冠，谢谢你小月，谢谢小月的皇冠哦，谢谢你，thank you 小月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嗯，我昨天洗了个头，因为我觉得昨天这个头发太脏了，我就洗了个头。因为那个练习室本来是它是可以开那种蓝光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只有后面那个 SH48 那个字开着灯，它就是蓝光的，氛围比较好看。因为不然我们练习室都太乱了，就拍出来就会很丑。然后它那个灯现在不能单独开着了，就是它那个可能坏了吧。然后我就带了个落日灯过去，但是落日灯还挺有那种沙漠的感觉的。团购的牛肉好吃吗？还行吧，但是我以为是合成肉呢，因为现在牛肉应该很紧缺吧，就是比较，就是这种物资东西嘛，我以为它这个会是那种合成牛肉，结果真的牛肉，就是有那种合成肉做的牛排，你们知道吧？因为它这个是那种调味好的牛排。所以它是真的肉，真的肉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咬不动。但如果是合成肉的话，就很香，就是吃着贼嫩。但如果是真的牛肉，就咬不动。你们知道吗？不爱吃真肉，真不爱吃真肉，就爱吃这些合成假肉。真的合成肉牛排贼好吃。自己弄这种真的肉，就是煎了之后咬不动。我之前就是尝试过好多次煎牛排，真的是这么就是不太好，太老了。煎的时间短的话就不熟，它就会，流血。两面各煎2-3分钟，可是这样它就里面是生的，哦，那是肌红蛋白，真的吗？哦，我以为它全熟了才行呢。原来那个不是血，是肌红蛋白，我好像听说过。全熟就咬不动了。我不知道几分熟，我自己煎，我怎么能煎几分熟呢？
但是有没有人吃过超市卖的那种合成牛排，真的很好吃，我就想吃这种合成肉。结果你送过来告诉我真肉，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很贵。就像吃火锅的时候，我更爱吃羊肉片，就是比起肥牛，我更喜欢吃肥羊，因为羊肉煮了之后它不会变老，它就很就是还是那个好吃的，但是肥牛片就是很容易就变老了，我就不喜欢吃，嚼不动。羊肉味很重，其实因为我不介意那个羊肉味儿。有的人讨厌那个味道，比如说我妈妈，如果跟我妈妈在一起吃火锅，她就不让我放羊肉，等只能等她吃完了再放。这件衣服好看，因为我肚肚，因为这件衣服，我都忘记了我什么时候买的了，好像没穿过。我跟我爸爸都挺喜欢吃羊肉的，我爸爸就是上学的时候会带我去吃羊肉泡馍，我觉得羊肉很好吃，但是牛肉就很老，但是如果是寿喜锅的话就也很好吃。牛肉就是得你就是得涮，就是你得立刻把它拿上来，不然它就马上就老了。说实话跟你们说说，我有点饿了，刚刚我吃了牛排呢，虽然有点老但还是吃了，下次听你们建议，就是煎两三一面煎两三分钟是吗？还是说把它切成小块会更容易好一点？一边煎一分半，到底煎多久？我还有烤箱可以烤，但是感觉有点麻烦。一面一分钟，然后再加30秒，可是没有黄油，哪来的黄油啊？没有黄油。只有普通油，我以前自己买过黄油，很香。哒哒哒，咚咚咚，出水了就翻面。好的，因为我之前没事老是就是很久之前吧，很久之前了，2年前了。就是一两年前的时候，就在宿舍里没事儿就做饭来着，然后你看不清我脸了都啊，我脸这么大你看不清，你看不清我的脸啊，就是以前那会儿就是没事做饭呢，还做意面牛排什么的。但是就是那种买的去超市里买块牛肉做回来煎就很难吃，但如果买那种调味好的合成牛排就香得不得了，感觉我的鼻子呢恢复，因为它今天破了也没那么疼了，是吧？我觉得我身体出问题了，家人们。有人有粉丝给我发，虽然我没来得及回他，但是我看见了，说我肾不好，所以有一种。但是我就是，
作息不好，但是我在中心就很难睡个踏实觉，就是因为昨天太累了，所以才睡了一个长觉。而且晚上还睡不着，我是早上才睡的。吵倒是不吵，我没觉得吵，中心还行吧，只是隔音差，但不是会很吵，只会有时候偶尔吵吧，基本上不是太吵的。它里面是调味好的，我什么都没有放。谢谢小绿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小绿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小绿。双 Q 小绿，哎，双 Q 双 Q。打哈欠跟睡不着、睡不睡的觉没什么关系，等会儿精正照常很精神。那我再直播一会儿，再直播10分钟，我就去睡觉吧。怎么样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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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应该也困吧？不想我走，但是没关系的，就是还有机，又不是没有机会见。这话说的，就是我今天就10点多的时候化了个妆，我化妆很快。然后就拍了个视频，拍视频也很快，没想到剪了那么久，又要对上这个音乐，还挺麻烦。早知道还不如那种一气呵成的，就是一遍练习时，不要剪了，还开灯关灯的。最后那个开完那个灯开了之后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开完之后就是很丑，因为它没有光。啾啾，啾啾在睡觉啊。就是今天出去可能玩累了吧，因为今天收拾房间门就要开门、开门、关门的，因为要把一些就是收了很多冬天的衣服嘛，然后收到那个房间去，然后他就溜出去，然后溜了好多次，在外面玩累了吧。但是这房间清爽了很多，就是之前堆了很多很多很多衣服。现在都把它收掉了，就是很可惜，收到很多衣服，就是冬天的衣服买来，一次都没穿过，它已经过季了。对，还把衣柜的衣服这边收了一遍，真的很累。说的我满头大汗，然后压那个羽绒服啊什么的，就是，对啊，唉，我 KTV 穿什么呢？我还没想，我还没衣服穿了，再这样下去就没衣服穿，这 KTV 穿什么呢？KTV 当瓜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瓜的衣服呢。应援服我穿不上，应援服那个码太小了。你们还记得过年的时候带回家，然后是那个码数太小我穿不上吗？我还没有收到新的应援服，就现在隔离了。无袖背心，怎么说呢？我还有一件衣服是粉送的，就是一个派大星的无袖 T 恤，派大星的，加派大星 T。家人们，真的是就是说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。
真没有什么衣服穿了，柜子里好多冬天的衣服。白衬衫，哎，又说到这，我发现他们 KTV 的灯光还都挺好看的。我们昨天是不是公演巨黑，就是好像没开灯，没开大灯，因为他们今天我看了一下就很亮白，昨天就有点楚楚的。昨天很暗，西蒙了。KTV 要找个主持人，不用吧？找什么主持人？主持什么呀？请好嘉宾了，我就在我们队群里面，呼喊了3回。第一次是刚有 KTV，然后前段时间喊了一次，然后今天又号召了一次，因为媒体部在那边催我了，就是还没上交名单，一直没交，因为我怕有人不好意思报名，我就一直在群里说。好像有10来个人吧，我也忘记了。反正他这个名单过2天就公布了。玩什么？没想好呢。我要先想游戏再说吧。游戏就那些嘛，就是想一下，就是唱什么比较适合我的歌。KTV，KTV，人家说8首歌左右。如果你，8首歌的话。只能3个人合唱一首了，然后我自己唱。我问了他们，他们是一个人自己单独唱的，大概在3首左右。但是我这样的话，人有点多，就唱不了3首，估计自己一个人唱2首吧。对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我都不能2两合唱了，只能3三合唱，3个人合唱。但如果你游戏玩的时间久的话，就要砍掉几首歌。就是如。他们我 staff 说大概8首歌左右，我就按照8首歌，算的。就是合唱，然后再加上少，就是有个大合唱嘛，应该。然后的话就是合唱估计有个4、5首。就是3个人3个合唱的话，也就是2个2个一组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这样子算出来，如果10个人的话，就要5首歌，5首歌再加上大合唱就6首歌，然后只剩2个自己唱的了。然后我再找找歌。你们说的这些歌我能唱吗？整整一些这么难的歌给我，你们是想看跳舞吧？你们不是看唱歌。唱冬日，
第一句话，雪花如花说里，心底涌进了你。可是我这一世界地上一寸插旗，你光心先见底，没有说万物是影，把一夜蜷缩起出出去。真是的，真的是，真会选，真会选。双 Q 啊，不知道这歌有多高是吧？空荡的房间，这首歌不适合我。重置是在这微笑的世界里，汗水和在尘土当中呐喊。微笑的声音，汗水和眼泪，慢慢自来的风景，像是一场电影。就是说，要把这个喉咙打开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。等会，重置是最高的时候是副歌吗？副歌是什么唱的？副歌什么歌词啊？不是开嗓就行了，就是我不会打开后面那个喉咙，我打不开，我不会怎么打开。哎，我刚刚唱的是副歌啊。在有限的生命里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，在尘土当中呐喊，微笑的声音，汗水和眼泪，慢慢筑起来的风景，像是一场……但是它原调不是这样的吧？那肯定是，我觉得唱不了。这个原调应该不是我唱的这样吧？凌晨我独自一人，人与林是我的灵魂。这个主歌太低了。心分裂了脆弱的灵魂。我不能讲，他这个歌已经很低的这个主歌。凌晨我独自一人，人与林是我的灵魂。心魔间瞬间分裂，对不对？太低了。樱花树，樱花树是什么唱的？在等着在光芒之下，就梦想了的步伐，像总是在梦中出现的那样，描画出了小众等等的木马，如何都回头着在我眼前。不知道是怎么老有人就是说让我唱别人的原创曲呢？有没有想过别人的原创曲版权是别人的，然后呢你还要问他要授权，但是一般成员人都很好，会给你唱。但有没有想过，有的歌是人家写给自己粉丝的，或者怎么样的，你这样唱都不合适。又不是找人家一起来合唱，你就是这样的话，真的很不合适哦。就算是成员的自作曲，那个版权也是那个成员的，懂了吗？没有什么，我还没选歌呢，之前没有时间选。我现在问题不是丹田发力，是我喉咙打不开，
因为我感觉这个唱歌这个事情要靠悟性，家人们，就是有的人就会打开，像王毅他就会打开。上次问了他，他就是小时候不是去唱过，学过唱歌嘛，小时候就打开了，但是我打不开。是可以练习的，但是要练很久很久。我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什么方法可以给它打开，就是你后面这里要开一下，但是我开不开，开再开就要吐了。家人们怎么这么喜欢就是，说别人成员的名字呢？不是唱别人的课，别人的歌就要上别人的课，人家是你什么人？就是到底，我想问你们，人家到底是你什么人？我真的很无语啊！就是一点那种界限感都没有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都直播嘻嘻闹闹的，就是让人整的没有界限感。我有声乐课老师，就是我可以平上网课。对，我嗓子很窄。以前我上声乐课的时候，老师就说我是个细喉咙。学狗狗喘气，就是说学什么小猫、小狗、小驴的我都学了，但是呢，学了之后也不会。就是练声，你练完声，声是会，就练声那个会发了，但是呢，唱怎么唱不知道。我一唱歌就很夹子音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把提上去，就是很容易夹子音。然后呢，我就要把自己放下，但是很难。而且我听不出调，我听不出到底是走调了还是没走调，听不出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就是低和高我也听不出。和你学普通话一样的。对啊，我这样这种很难学的，要学很久很久。不知道这和什么有关系，我也不知道。以前老师说我可能听的时候没有注意，没有仔细听他的调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真的听不出来啊。我问老师我是不是五音不全，他又说不是我，不是五音不全，但是我真的也听不出来。唱 rap 可以，风吹落，一片片，阳光无从言，你哼，你哪在？在我的肩膀，你自然抬起头，把它摘下。希望我们的故事不再迷茫。耶，哈哈哈，哒哒哒。哎，我是要从头开始，我才能唱它 rap 是什么？不然直接说 rap，不知道哪里是 rap。我要从头开始唱。哎呀，这不又把我弄乱了，我又不知道哪里是 rap 了。
风吹落，一片片阳光无从言。我的肩膀，你自然抬起头，把它摘下。我们的故事不再迷茫也。多想守候在你的身旁，希望爱是真的，漫漫长夜，喜欢也是不能忘。我在等你的电话，你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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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呢？没找着。每个夜晚，不是，不知道 rap 词是什么。别来了，只会就是，只知道唱歌部分的词，不知道 rap 的词。就不能忘，不能忘，不能忘，记得最后一句。每个夜晚想起会想起你认真的表情，什么巴拉巴拉。还有什么歌有 rap？ 就算雨再再多，绝不回首；就算雨再多，都够沾手。有人的温柔会开出花朵，会藏出中你和我，认真紧握。耶耶耶！是谁在搞小动作？好多。然后你一条命，前世什么歌姬，是什么什么十八般的，停下表情，恰翅难逃我手心。拒绝指教，只是不想就说我装哭，栽倒在我手里了。一个手，只是不笑就说我装哭，被他微笑就对我吃醋，迎合或是自主，人什么应该被满足。我你不懂就不要对我批评，还加上指教，我的坏我的好总会有人接受，我给我拥抱，不用让流言蜚语统统爆掉，全不管的行为统统甩掉，前行着一种态度就要以我为主，不要再执哦，算了，我又假死音了，等一下，不要再指指尖尖对我打着分数，快躲起来把话说清楚，为什么要为自己做主，就要以我为主，不要再哒哒哒哒，不是，算了，再换一个，这个歌也可以，先记下来，不要再一起同心，一同心很难唱。直男玩家就是玩骨弱金汤，没有多余的花样，就算是就是在唱吧啦啦暗语啊 ，KTV 唱暗语是不是有点太阴间了？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我默念寒墨，蜡笔发点神庙前，又牵成了许愿。阴阳两面住在黑夜白天，我独行在光与暗之间。哦哦哦哦，我不可见，云愁为我指尖，驾驭着瞬息万变。哦哦哦哦。我心面不舍的巨物，皆是让我签名信件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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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黑夜的起点，也是光明顶尖。我身上的飞点，也是人潮之巅。
还有什么歌？这个歌太阴间了吧？恋爱高级，非常非常难，家人。你真是呜呜，真是说我心迷雾，我爱江不语你。你们是不是也五音不全，听不出来调啊？那一道青春闪电很神秘，如此美丽，噔噔噔噔噔。啊，这也有点高，有点高。对，小鞠前辈的歌非常高，他的调特别特别高。有没有平稳一点的歌？纯纯。那纯纯的你甩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可以，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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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嗯哼哼哼哼，太阳怕你宠坏，低烧也很难，好不好？低烧好难哦，低烧，低烧我还在发烫，太低了。太低了，低烧副歌是怎么唱的？越想要开，好高啊！这个又低又高的，越想要开越害怕。算了，太难了。有没有就是平稳一点的歌，四平八稳的歌？就是这个调标，一下很低又一下很高的，就是咱们平稳的行驶的这种。灰姑娘落下了玻璃手机，人间规则。人间规则什么唱的？我被告知要诚实，可是当我说出真相，仍然被所有人睁开双眼，遥望未来。人生的海滩般很盛开，人生的山路来不及等待。色彩斑斑，天色很蓝的花海，喧嚣告别喧嚣，告别五彩。可惜寻找它的存在，我在期待 The blue sky，我在等待，继续等待遥远的爱，始终的光芒，始终的爱，那不顾一切的自由色彩。Tell me your feeling，最遥远的飞行，记录每个场景。Yeah，叫明天的天气，让孤单变得热情。悠悠的画面，姨妈。后面副歌什么？我记住了词好多，对，我这个人就是，背课文特别厉害，就是很能记词。就每次有什么歌大家都是记不住词的时候，我都说，我都会记得很快，那个很会背书。没有你，一切都只是零，世界很复杂，是你鼓励我不放弃。世界匆匆忙，让我用汗水换美丽。什么无时无刻提醒自己？你是梦想的回忆，不要背书。为什么记性不好？背书是背文字啊，我只记得文字。哪里好唱？你们对好唱好像有点误解。美杜莎的温柔，美杜莎温柔怎么唱的？什么词啊？
成为你到底要我等多久？手掌数在你面前，心头虚构。不记得了，不记得词了。这首歌，我不想再隐藏对你的冲动，也不想要人们把我当朋友。但是这首歌，氛围就是唱着有点古怪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在 KTV 上，也不嗨，也不是感人的，就突然就是，奇怪。好，我再播三分钟我就下线了，家人们。我刚刚还说我要下了，我先忘记了。时间的歌，这首歌关于时间怎样掠过指尖，难道每一次眨眼微笑算计的永远啊？要难死我。每个人就是我发现大家推荐歌都是那种跳贼高然后贼快的。浮光爱往爱情在这一颗单方，爱往哪怕就这如果你拥抱我，如果你能拥抱着我，阳光灿烂灿烂，阳光灿烂的下落。黑夜的女神就是我 ，I never know， 没怕过什么，这就是我黑夜的真实化作我。还有什么？这就是我。那主歌是什么的？谢谢你的皇冠，它怎么不没有特效了？谢谢小拉拉送我的皇冠物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哦。眼睛好大，这样还行吧。神魂颠倒，你说神魂颠倒，我脑子里，我神魂颠倒，你的心在放鞭炮，你的心在放鞭炮。还有什么歌？哎呀，好难哦。Someday 寒冷的夜将我包围，闹钟关掉再继续吹，能节奏多难能可贵哦。电话到那边拜拜，这是天使的圈套，我们挥霍虚荣的骄傲，一步步就是感觉在 KTV 上唱这首歌很奇怪。暴雨狂风在黑夜中，只什么叫为你相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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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个歌在 KTV 唱更怪，什么两人世界中，奇怪怪的。好，我要去想想，再想想吧，我要下线了，家人们，咱就睡觉，两点钟了，拜拜，快睡觉吧，拜拜 ，Good night，Good night，Good night， 拜拜喽，拜拜。